在川普重返白宫这一场大戏到最高潮的时候，啪，立法院第二场大戏出来了。A 式快攻。对 ，A 式快攻。立法院今天无异议，所有都通过两个决议案。什么决议案？第一个决议案，台美复交案。台美要复交了。我们跟美国要复交的决议案是立法院通过，是第二个决议案，美军驻台抗中案。你这个不是讨打吗？这都是老共的红线呢。对，美军要进驻台湾，是帮我们还指明抗中案。我告诉你，这两个是老共绝对不可能允许你跨越的红线。是。